搞错了，再来。Boy， 听说你是做 IT 的是吗？我是 programmer。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可以啊，什么事？可以帮安迪修电脑吗？我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我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好了。来点 Hello World， 第二支一句话是我第一堂课，冲着展开没了没也报告生活，现在我只想写一句 Goodbye World， Shout out to OGC++， 我的父母骂我为何不是 A++， 那 A 路到底在哪里，我好想问，原来是打散了一个 semicolon。 Java也是个 OG， 和 JavaScript 一不一样我分不清，角色是啥，好像帅哥的名字，难道是觉得孩子，哦原来如此哟。动物园有拜登，打过一个 space 代表你很嫩，有很多 library 随便给你 call， 用它来做好像很不错。我也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我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咦 ，My HTML 是 programming language 来的吗？我不知道。想要说我自己好像很屌很厉害。打开 CS 给外行看，哇，很 pro 哦。Database 我通常用 PHP。想要说服的话，你可以用 Ruby。想要弄手机 App 可以用 Coolin。还有一大堆我不会的 language。哎呦。Shout out to Google， 还有印度人在 YouTube 里的 tutorial， 遇到问题找 GitHub 和 Stack Overflow，Debian School 的教学很有学问。Yeah. 人生的真谛就像 if else statement， 用路来写程序，直到没有 error。Yeah. 记得把 IDE 的主题调成大幕，因为太累会招来帮我帮你白目。我是。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我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我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其实都在 copy and paste 不断重复。我是 programmer， 也是 freelancer， 跳上湖底以为自己是个 hacker， 手指打键盘的速度超过了快速。从前有李强，他刘汉，他的名字叫做刘汉成。我们身边都有长得又帅又有才华的神人，哎，我就是那神人，本领就在那边去等。